作品名称《阿德里亚娜之欧式复古》。这个作品呢，主要设计是以欧式宫廷服作为它的中心思想，代表的意义包含有优雅、古典、奢华跟浪漫。那他们在设计当中呢，秉持着用巴洛克紧身上衣以及宽松华丽的袖口，使整个线条呢更加修身、更加柔美，同时也在其他地方使用大量的皱褶、华丽的纽扣装饰以及丝带跟大片优雅的蕾丝，呈现出女性妩媚跟优柔的感觉。在一整个的设计作品里面呢，呈现出精致的装饰样式，也让服装呢从原本的变得更加的自然松弛，而且更加的实用，让装饰可以免